本节目由苏宁拼购独家冠名播出。主裁判克拉滕伯格一声长哨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已经开始。连续做侧角球，这次发动中路，漂亮，程跃磊。泰山压顶的头球攻门被程跃磊给扑了出来。45度，漂亮，头球，哇，神扑啊！程跃磊真的精彩。太精彩了，26分26秒。张玉宁交给奥古斯托，巴坎布在跑位，连续两下骚扰，这是对奥古斯托的防守。哇，天哪，漂亮，天哪，奥古斯托角度打得很吊，但他在这之前所做的一切真是让人惊叹，他摆脱了多人防守，然后又给予一记远射。在对方禁区内，背后高空来球，脚卸得非常顺利。哇，连续进球，30分00秒，这球也能进。巴坎布连续3场比赛进球，哇天，又开始抽起钉猴了。赛季第9球，富力这有点，扎哈维，你看一个人伫立在中圈，张玉宁也来了，哇天哪，第3个。33分钟，巴坎布开了挂，3场4球。北京球迷会说，巴坎布八爷，您能早几轮来这状态吗？是啊，扎哈维将球先交给右路汤淼，左脚漂亮，配合左脚打门，漂亮，42分钟，扳回一个，这个汤淼很聪明，汤淼给人感觉的好像要右脚要传中，对，但是啪，变细了。感谢赛季的第13个进球，清楚，有没有越位？哇，又进了！嚯，下半场2分59秒，进了，感觉进球有效。张玉宁，张玉宁就是接张稀哲传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？哦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。48分钟，张玉宁碰门。哦，这肯定得等。这个位置自己带球是非常危险的。送的分量稍微大一点，程跃磊要封角度，好的，球扑得不错，扑得好啊！哇，滑门而出。刚才卢林的射门啊，被关队员挡下，他投诉啊有手球，结果在外围萨巴又来一脚远射打偏了，又来了。这次还是想炫远角，踢出过漂亮的比赛，有过精彩的数据，但下滑也是很快的。哎呦，这脚射门力量很足，45度，要吊门，漂亮啊！这个吊门可以，对，异想天开。主裁判克拉滕伯格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